你哪个单位的？我是实验班的班长郭威。这么晚了你不休息，你跑这里来干什么？明天我们就要正式上机训练，所以想提前预习一下飞行的各项数据。既然光明正大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开灯呢？ 走，我看他呀，肯定是在这偷着加开小灶，怕别人知道。走，走。呀，二，一，呀，二，一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。向塔台报告，准备开车。是。报告一号，我是九。你是多少？我是九。把舌头捋直了，你到底是多少？报告一号，我是九栋八，请求开车。可以开车。谢。哎。小子，开车啊！是，不是？你现在没有开车。好像是没。开车。是。开车。我。开车。我。轻机总机啊，脚要蹬住，来吧，来，深呼吸，把腰挺起来，伸展开，看你这腿，硬得跟石头似的，哎，你能不能放松啊？我现在脚很重，我手也僵了，我很紧张。现在我要慢慢的蹬右舵，然后慢慢的提重心。这期淘汰学员名单什么时候宣布？再等一等吧，我再考虑一下。这两个人的成绩虽然一般，但是各有特点。既然培养千里马，那些跑800的就应该坚决淘汰。你别忘了，输一个输全班啊！别忘了，有时候保一个也是保住全班。五点，开门啊！我换个地方。擦擦了。我绝不告诉别人。我不需要你保证什么。
我根本会说你牵制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尽管去说吧。做人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怪不得雷锋叔叔都出国了。你怎么就那么小心眼呢？ 哎，我说吴蝶，你还跑？如果你身体那么好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吐呢？别以为帮我盖过一次被子，就什么都想知道。那你也帮我一件事情，我们俩算是扯平了。什么事？把枕头扔回来。 呕吐到第四个月，呕吐明显减弱。天哪，要吐四个月啊！完了，完了！奶奶的，拿错书了，说的是孕妇。 在这儿瞎费功夫了，拜托你就认输吧。认输？啊，那我也得知道输给谁了。哎，你见过梅教官老公了？这还用看见呢？梅教官的女儿都可以管你叫哥哥了。管你叫哥哥？行了，你就留点劲儿，准备拉练吧。那不行，我一定要见见梅教官老公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。嗯。 哎，我说，你看就看吧，怎么动别人的电源箱呢？哼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切！哎，就凭这点儿。 你恐怕干不了这个。谁说闻不了没有味儿，就不能上直升机？哼，谁说的？他。
对直升机上的化学物品有任何不良反应者，一律不得上天。来陆皇学院这么久了，这点规矩不会不知道吧？我劝你啊，知难而退吧，别在这撑着。你看你的脸都成什么色了？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呢，我就跟教官们说，天生的嘛，没办法。你敢说出去试试看？ 都成这样了，你还想飞？行。给，能不能坚持，看你自己的了。我要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每天闻，闻到不吐了你就有救了。 因为以前有个学员这么干过，他成功了。哼，闻了几天扛不住，退学了。我看你是真想飞，才跟你说这些。能不能坚持，别人帮不了你，全看你自己的了。东西我给你了，用不用，随你。我要做的事一定能做成，那我就祝你成功。 请进。梅教官，哎，关怀，帮我看一下外面楼道有电吗？有电啊，怎么了？哎，那我这儿怎么没电呀？是吗？哎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可能是电源终端的保险坏了，我帮你修修吧。你会修啊？当然啦。行，那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我去了啊。 你小心一点，别电着了。放心吧。梅教官。 好了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谢谢啊，关怀。看来你还挺厉害的。这种事儿，男人比较有天赋嘛。其实啊，修东西是男人的一种美德。以后啊，像什么电脑死机啦、电视罢工啦、灯泡坏了什么的，你就找我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方面我比较专业。嘿嘿嘿嘿。谢谢你啊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梅教官。 这周日你有时间吗？怎么了？啊，这周的学员外出日正好轮到我了。如果您周日恰巧有时间的话，而且您恰巧不想在院里待着，并且您的家人也恰巧有时间的话，我这恰巧有几张电影票。哟，又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试试。谢谢。哟，这么先进的玩意儿都用上了，哥们儿，不行别撑着。 认输吧，很帅吧？你没事吧？ 走吧，回你的非洲去。
把洋洋给我留下，你自己去做非洲摄影梦吧，不许带走洋洋。怎么没响啊？休息一天吧，不然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偏方，薄荷叶能治吐的。爱拿不拿？不少呢，我看这哪儿弄的呀？这可不能告诉你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走的时候送给你。嗯，走？嗯。哎，你真想单飞以后撇下我们走啊？没劲了，不走干嘛？通知一下，五分钟之后检查内务。关怀，你的被子肯定不合格，赶紧回去重叠。你也是啊。唉，怎么又检查内务啊？嗯，没劲。科目，悬停起落，起飞。明白。明白。哎，东兰九，飞模拟机就飞得这么晃，怪不得上次感受空域时居然都睡着了。怎么样，说说吧，上次都梦见谁了？不要以为你提前看了几本书，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。切，东兰九，你的高度。东兰九，注意你的高度，把飞机拉起来。菜鸟。记着，这个直升机啊是有人性的。你不能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它。这握驾驶杆的手，那就像握一只小鸟一样。你太紧了，掐死它了；你太松了，鸟飞了。来，你们都试试。来，咱俩试试。试试试试。哎呦，轻点，轻点。老大，您慢点，我这是肉着。不好意思，太轻了，太轻。你能用点力量吗？还能这样？行了，不逗你玩了。
动良久，动良久，你练习的是悬停，不是前进。你给我迅速返场。大雄鹰二号、雄鹰三号，前面发现敌军的装甲车队，跟我干掉他们！发射导弹，准备，上！哇！完成，准备着陆。shit， 每次都做不好最后这个动作。天斗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有七条命呢，游戏死不了人。你给我出来！你疯了？啊！江涛，我告诉你，这样在战场上，我一枪崩了你。你以为这是什么？是你狗屁下九流的游戏？这是模拟飞行训练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陆航飞行绝对没有 restart。冲起舰，起飞就是战斗，就是生和死的较量。李胜，就算他上过你姐姐的车，你也不能这么惹他吧？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你刚才黑正魔这么顶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的目的，也不能有坏的目的吗？除非你想走。我在等单飞。你又不像我，身体不允许，干嘛非要这样？命令，完全不接受淘汰指挥的。这样的人不淘汰，你还淘汰谁啊？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太早，可能是我们的教导方式有偏差。这是江豆当时的血压心跳测试单，从上面可以看出，他的血压和心跳自始至终保持在非常平稳的状态下，甚至在撞山坠机的时候，都没有任何的变化。这能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放松对一个人具有正面的心理影响。这就像你为什么让关怀什么都喊出来一样。那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。哼，他那是在玩游戏呀，七条命啊！哎，我要是在玩游戏，我会紧张吗？正因为他把作战训练都当成游戏，他才最害怕训练，他才是最紧张的人。难道你们心理学不是这样认为吗？这一点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游戏感确实是江豆的解压渠道和放松方式，但这是紧张，不是害怕。每一个飞行员从坐别人开的直升机腾空离地，到自己开直升机腾空离地，都在经历一个角色的转变。这个就像学开车一样，没有教练在旁边，可能开得更好。照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江豆的驾驶感觉超前了呗？这，哎呀，宋教官，你不要笑，我不是一个飞行教官，无从判断他的驾驶感觉。但是从心理上，我肯定，
他已经产生了独立的行为心理，有了独立的驾驶意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还有一种力量想要取消他的独立驾驶意向，一味地命令他，就会使他变得极为焦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的独立人格受到了阻碍的必然结果。可是这，老宋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梅教官在这方面是专家，我俩谁不服都不行。怎么办呢？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存在。模拟飞行训练暂停，改为队列基础训练。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啰里啰嗦的，抓基础训练可是我的强项啊。走，何必那么多事儿呢？全体都有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小心，立正。报告郑教官，实验班全体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稍息。是。小心。天气不错，还有点风。谁能告诉我，按原计划，接下来是什么科目的训练？报告，按照训练科目计划，今天是模拟舱飞行训练。好啊，回答的完全正确。江豆，走。你还想不想飞模拟舱？你们的训练时间本来就很紧，可是你们江豆同学再次违反模拟舱的飞行规程。教研组决定停止一切模拟舱飞行训练，今天改为队列基础训练。啊，站军姿啊？对，站军姿。纪律不好就得训纪律，队列过硬才是纪律的最好保证。不够。说，这不公平，要站军姿也是我一个人站。一个人？防倒了误塌了也是你一个人吗？啊，看看你的前后左右，我们的实验班不是一个人，我们的军队也从来不是一个人，它是一个集体。只有握成一个拳头，那才是真正的力量。我为到，组织训练。是。立正，调整军姿。作为一名军人，就是要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命令。不管你是谁，80后、90后，你只要穿上这身军装，不管这个时代再过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作为一名军人的天职。站好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这天有点热呀，我让炊事班熬点绿豆汤，别让这些小子中暑了。这就心疼了，我还没给他们上难度呢。悠着点。行行行行，去吧。既然穿上这身军装，就要懂得约束自己，违反纪律，违抗命令，说明你们还远没有以军人的标准看待自己。我现在就教你们怎样从站姿上更像个军人。报告。说。你是在虐待下级，你可以去院领导那里举报。啊，这样的确让你们不舒服，但是他让你们站直了，
我们部队有句老话，叫成才不自在，自在不成才。李征，接梯。升级，全体队友敬礼。李兵，还与我为归队。这是你们上机前的第一次升旗。军旗为什么是红色的？不用我多说，你们心里都清楚。它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军人用自己鲜血染红的。今天你们站在这里，仰望的不仅仅是这面象征着中国军人军魂的旗帜，而是仰望着中国军人光辉的传统。今天你们站在这里，就是要无愧于青春，无愧于这面军旗。今天你们站在这里，必须要记住，你们是陆航的飞行员，蓝天就是战场，起飞就是战斗。让我们超越梦想，一起飞。我们实验班是一个拳头，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，我们的职责是忠诚于党，热爱人民，报效国家，献身使命，崇尚荣誉。不好意思，没打扫卫生，薄荷叶不管用了。哎，刘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上次那个薄荷叶现在已经失效了，对航空煤油过敏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？那老师，如果是生理呢？哦，哎呀，这个就不太好用医疗的方式来解决了，属于很个体的针对某种物质的特殊过敏反应。你看怎么还没打完？我去催一下他吧。哎，就一分钟，一分钟。喂，老师，能再说清楚一点吗？哦，说白了呀，就是天生敏感。啊？啊？那怎么办啊？老师。可是他的梦想就是当陆航飞行员，而且他很优秀。目前医学上还没有什么办法呀。如果这样子就被淘汰的话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哎，我说五点啊。人呢？我又给你买了新药。
你要是还想留下来的话，就挨个试试，啊。五点。郭威到，刘瑞到，白宇到，出列是。一号机是。向右转，跑步走。汤明到，关怀到，孙刚到，二号机是。向右转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赵鹏程到，王凯到，杨豆到，杨豆到，到场站仓库，冲锋拆。是。臭小子，没立即开除他已经不错了。可能这个时候，我们谁都没有了解他内心的真正想法，谁开除谁还不好说呢。待会儿小心啊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走。哎，哎，五点，江豆怎么没上机啊？说什么呢？集中注意力。是。如何修正？我已经给你做了示范，啊，记住了没有？嗯。提起来吧。高度5米，保持悬停姿态。是。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没事儿。见过灵的，没见过你这么灵的，你学的也太快了吧，我真不敢相信你是第一次上机啊。
教官，我上辈子就是长翅膀的。行了行行行了，别再吹了，好好体会动作啊。是。晃来晃去的，你们是学开直升机呢，还是跟大师傅学炒菜呀？哼，老大开的就是不一样，别人大炒，他开始改小炒了。老大就是老大，第一天就比别人开得狠。这个是咱们的第一天，大家表现的还不错。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猫鼬白羽。别人在大吵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小吵了。明天的科目还是悬停起落，希望各位明天有上佳的表现。谢谢教官。全体都有，向右转，上车，跑步走。白羽这丫头不错啊。很有天赋，沃威这小子也不错。你们没有感觉吗？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了。是啊，一上机差距就拉开了，各种思想已经活跃起来了。梅教官，下面就拜托你了。哎，老赵啊，你不是特好强调我们是实验班，每个学员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吗？现在的学员跟咱们那个时候可大不一样，生长环境更优越，家庭关系更复杂，所以这样对他们的性格和心理多少都会有些影响。跟二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要开始那个视频课程了。啊，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这也太早了吧！普通学员都是单飞以后才上视频课的，这第一天上机你就上，你不怕吓着他们不敢上机了？他们是普通的学员吗？是不是普通学员？但是我这……老宋，这个有问题还是早发现为好。嗯，对啊。我也提前打个招呼。陆航学院从来就没有这么干过。咱们不是实验班吗？不是普通班，就该实行超常规的训练模式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又忘了。可真出了问题，谁负责？我负。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战斗，战斗，战斗，小子，宋教官，要不咱们也过去看看吧？没事儿，他一个人能搞定。要是有事就先回吧。啊，没事儿，还是一起等吧。反正朕也没你什么事儿了，有事你就先走。